可是多多。堆在三角形上面很难的。能堆上去吗？啊，嘟嘟可以做到的，嘟嘟加油。我试试看。哇，嘟嘟真的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好羡慕啊，真的好棒，嘟嘟。爷爷。大家都在啊，农夫精灵给了我一些美味的红薯。大家一起吃吧。谢谢爷爷。谢谢爷爷。来。这是什么啊？怎么样，看起来不错吧？长得好丑，阿鲁不要吃。不吃吗？迪迪也不吃吗？味道，积木都倒了。好不容易堆起来的。迪迪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因为这味道才打了个喷嚏。积木，积木。我的积木。再多一个就好了。重新堆吧。放一个。快点。那么我就把红薯放这儿，想吃就去吃。好的。别担心，嘟嘟之前不是也堆过三角形的积木吗？嘟嘟，你可以的。好不容易堆的，又倒了。放屁的味儿。这个肯定是吃了红薯之后放屁的味道。嘟嘟的脸变红了。对不起。吃了红薯会放屁呀。又来了。因为农夫放屁，积木都倒了。总是放屁，看来没法再堆积木了，肯定会倒的嘛。对不起。我们去游乐场玩吧，玩那种放屁也没事的游戏。这样也很好。这边呀，这边。这里，往这边来。这里呀，迪迪，阿鲁。
阿鲁会赢的。听不出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。我闻到嘟嘟的味道了。嘿，这边啊。要是放屁的话，就会像刚刚那样全完了。总是放屁。因为屁味儿，我都闻不到嘟嘟的气味了。找到了。可以赢的，因为你的屁味我们输了。阿鲁是因为放屁的声音赢了，放屁的声音棒棒棒，很帅呀、努努。早知道我也放屁了，我也可以蹦蹦的放。我们再玩一次吧，再玩一次。我不要，因为努努总是放屁，我赢不了了。那我们就玩点别的吧。那玩滑滑梯吧。一次可以滑两个人，那我们就比谁先滑下来吧。肯定肯定好玩。准备！出发！哇！哇！好厉害，努努，你太快了！都是因为我放屁了。我要不要也蹦蹦蹦放一次？嘟嘟，到我们了！迪迪，嘟嘟，准备，出发！真的好厉害，嘟嘟！好厉害，好厉害！要是有放屁滑滑梯比赛，嘟嘟可以拿第一。第一名，第一！我也要，我也要放屁，我也要放屁！吃个红薯试试。肚子填饱了，就会蹦蹦的放屁了。太重了，味道太重，吃不下去。对了，就是这个，把红薯做成曲奇，味道和形状就不一样了。如果把红薯做成馅饼或者曲奇，味道会更好，外观也会好看很多。努努真的好聪明。好聪明，好聪明！馅饼和曲奇啊，好像已经飘来了香气呢。超级香的味道啊！我好想快点吃到啊！来，美味的红薯馅饼和曲奇来了！哇，好漂亮，长得就很好吃的样子。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呢，面包叔叔。为了不能吃红薯的孩子们，特意花了些功夫，来，大家一起吃吧。谢谢款待，谢谢款待。
要吃吗？大家都放屁了，像不像音乐声？啊，好厉害的屁！我也要，我也要！大猫王可可阿鹿打败诺诺好接招吧，炫彩精灵露露来也！哇！对呀，怎么这么混乱啊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爷爷，家里乱七八糟的。虽然你们玩也是好事，但是也得把这些乱糟糟的收拾了再玩的。好。还想再玩一会儿呢。一会儿再整理吗？是啊是啊，打扫完了再玩，这里不只是你们住啊。是，爷爷说的没错，我们赶快打扫完了再玩吧。要是有个可以尽情玩耍的地方就好了。是啊，那么整理房间只是想做的时候做就行了。那肯定很好玩。是啊，在院子里做一个只属于我们的娱乐室吧，这样我们再怎么玩耍都不会妨碍到爷爷。哦，这真是个有趣的想法。那我们赶快去做吧。好开心啊，一起走啊。这群小家伙还真是高兴啊。来，现在我们来开始建娱乐室吧。我来立柱子。我本来打算做这个的。你这么矮，还是找点别的事做吧。这种事是露露这样力气大的人做的。我也可以的。还有很多树枝，大家一起做吧。是啊，拿走吧。小杰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，没事吧。没事。怎么会没事呢？哎呦，胳膊好疼啊。都怪露露，害得小杰受伤了。什么怪我？那个。对不起。那你还是别管了，小杰，胳膊疼的话还是坐着休息吧。是啊，那再好不过了，你就安心坐着休息吧。有需要的话尽快开口，我来帮你做。那么我们赶快建娱乐室吧。好，我们快点吧。去。
现在用布盖住，然后绑好就行。有点热了。嗓子好干啊！露露，你能给我带一杯清爽的蜂蜜水来吗？又热又困，总得喝点什么吧。知道了，马上带给你。还有我的，也拜托你啦。来啦！露露，我的呢？让你自己去拿。小杰，你能不能给我喝一口啊？好爽啊！还有什么需要的吗，小杰？没了，需要的话再说吧。快来干活！我数到三就翻过来哦，然后我用藤蔓来绑住，一、二、三。呀！阿露，你没事吧？不是，痛痛，阿露痛痛，腿好痛啊！对不起，阿露。还是坐着休息比较好。刚喝了蜂蜜水，现在好想吃饼干了。对了，露露，怎么？我想吃南瓜曲奇，南瓜曲奇。又来。腿好痛呀，起不来了，没法去拿饼干了。知道了。你说你腿疼，是装病吧？阿露才不是装病呢，是真的痛。是吗？但你的腿还能晃呢。这个装病的不是小杰你吗？我什么？我是真的疼。说着胳膊疼，但你还端着杯子呢。你俩怎么了，阿露？小杰，得和平相处啊。南瓜曲奇来了。你不是想吃南瓜曲奇吗？哼，胳膊好疼，没法吃了。来。腿好痛啊，想把腿放上来。我要枕头，枕头。我要被子，超级软和的那种。被子。胳膊好疼，得抱着柔软的东西。还有，我好无聊，把人偶也给我带过来吧。我也要，我也要糖果和图画书。南瓜曲奇、枕头、被子，还有图画书、糖果，还有人偶，我来拿过来。还是装病呢，我是真的受伤了，全世界最疼的就是我，我比你更疼。快走开，不能吃我。快走开，快走开，别跟着我，走开，我可不是花呀。出什么事了？腿，胳膊，我都好好的吗？阿露，小杰，你们都在装病吗？我不玩了。对不起，就稍微开了个玩笑。对不起，露露。怎么办啊？露露好像很不喜欢我们开他玩笑吧？露露，怎么办啊？对了，我们一起把娱乐室建起来吧，然后邀请露露来玩。露露会来吗？当然了，露露多么想有个娱乐室啊。
我们快开始吧。露露，出来玩。还不出去干啥呢？什么？吵得我没法看书了。快出去和朋友们玩，或者聊聊天。露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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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？老是叫我啊！娱乐室建好了啊！进去看看吗？为了大家能一起玩才建的。算了，我还没消气呢。对不起，露露。其实我吧，一点也不疼。什么？刚才你太讨人嫌了，所以逗你玩了一下。但是你做的蛮好的，我心情还不错，就让你一直做了。对不起，露露和努努，都只听小杰的话，我才这样的。一起玩嘛。哎呦，一起玩嘛。露露，你就原谅他们吧。就这一次啊。露露，真的对不起。炫彩精灵露露真善良，才原谅你们的。看啊，是枕头啊。哇哈哈，当当。那我们来一局。好呀。